區政府都是做足曬呢啲資訊嘅發放，希望選民能夠得到足夠嘅資料啦，亦都明白呢一場選舉嘅意義嘅重大啦，就喺12月19日咧係出嚟投票啦。1219為港為己投一票。今天呢我來這裡呢就為了支持徐英偉局長，向大家呼籲在10月19日投票和他站台的，我個人都呼籲大家1219出來為港為己投一票。1219投一票。我是建築師，我是工程師，我都是工程師，而我就認識很多很出色的工程師、建築師、測量師、規劃師和園景師。無論你是什麼專業，屋企交多少錢電費，星期日12月19日，各位合資格的選民，無論你吃雞髀或者吃西多，為香港、為自己，記得出來投票，行路、跑步定坐車都要去投票。